轮椅族长辈同沾法喜。另外，二三楼行动更不便，卧床老人家，慈济志工推着小小行动浴佛台一一走访。哎，你对外扬阿弥陀佛。越南籍看护何世礼来台湾三年，浴佛不为自己。我想那个浴佛，他保护我们的阿公阿妈，平平安安，然后身体好一点。志工带着大家的期待，也前往另一间护理之家。恭喜你健康平安好。啊，这有一朵芳花，吼，啊，这花芳芳，互你心肝较轻松，吼。啊嘛，同时阮嘛是祝福你哦，吼，吼，阿弥陀佛啦，嘿，啊你真欢喜的哈。佛到福就到，简单带动唱。还有奉茶都是温馨哦，也充满了感恩之意。蛮辛苦啊。共聚的时光带进了清净自在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报道。